他由于肝脏严重受损，失血过多导致腹腔感染，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现在还不知道。 这是在你家卫生间吊顶里发现的，100万连号赃款，战宇的手机，一把带有战役血迹的刀。说说吧，小欧现在怎么样？你有什么脸跟我提纪晓欧啊？你不是很爱他吗？ 你怎么对他下得了狠手？说说吧。跨年夜当晚，你怎么杀的战宇？那天，我无意听到老黄和燕京的对话。为了掩盖这个秘密。 我必须要杀掉他们。我知道严谨不好对付，所以我必须做好周密的计划。我利用给他送饭的机会，记录了小区监控的位置。我提前挖好了坑，打算把严谨的尸体藏在那儿，即便被人发现他消失。 警方在展开调查后，也可以归咎于小美人和刘伟对他的秘密处死。酒和毒鼠强都是我在库房里拿的，这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为了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，跨年夜当晚，我就借机带方念回了家，在柚子茶里放了安眠药。 为了不在探头里留下我去过严谨家的证据，我先走盲区，进入安全通道，并将清洁工斧藏在了地库垃圾桶里。
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那晚战宇会突然去找严静。哥，你在吗？哥，哥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这两天特别生我的气，你打我，你狠狠的。打你，不心脏了不少。滚。战宇的出现的确扰乱了我的计划。稳妥起见，我打算放弃。冯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嘘，我来找严姐。我刚才听见你们在里面吵架，所以我就在这儿等着。战宇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说话呀！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他，更对不起小欧姐。你这说的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我就是个畜生，我连救命恩人都敢出卖。战宇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这人不怕犯错，知错就改就是好人，啊？你还这么年轻，可不能自暴自弃啊！我没救了冯大哥，我是毒贩，能判死刑的那种。严姐为了救我，拉我做警方的线人，我呢，我却背叛了他，还害他染上了毒品。我早就该死了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严姐是警方的人？我就求求严静哥，你是大哥，你说话他一定听。是，我求你了。陈宇，你听我说，严静这个事儿你要保密，我不能跟你去。我要去的话，这件事越来越糟，你知道吗？啊！Thank you.
人已经死了，我只能按照既定计划，先将人运出去。在我搜身的时候，意外发现战宇的口袋里有严谨的打火机，就是这个打火机，让我立刻萌生了杀人嫁祸的想法。 我抓紧时间回了家，调整了钟表的时间，通过网络电视找到跨年晚会，用回放功能把它调到相应的时间播放。妮娅，妮娅，饿了吧？喝碗粥。 我知道仅凭一个打火机是没办法嫁祸给严谨的，我必须进一步给严谨制造作案证据，并想办法把这个案子闹大。第二天，我又回到了埋战宇的地方。
孙佳玉呢？你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杀了他？案发当天，我一直跟踪着邓坤，想伺机把邓坤干掉，好摆脱这趟苦水。我看到严井被邓坤枪击之后，我当时误认为严井已经死了。 是，我别开枪，坤哥，是我。你怎么才过来？今天的行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小心！ 孙佳玉醒了，我当时是为了保住我的身份，不得已。当时我右肩伤得很厉害，确实是用左手持枪，这一点。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要见严谨，局长。 我见他吧。
医生怎么说？还是老样子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。我们在詹瑜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些视频，里边有他对小欧说的话，你有看过吗？ 谢谢。我又遇到那个小姐姐了，她叫季小欧，居然是季大夫的女儿。这世界可真太小了。她居然没有责怪我上次的不告而别，反而还让我去她店里工作，看上去是真的想帮我。 我去不去呢？貌似没有时间再做第二份工作了。最近出了太多事儿，小姐的店被砸了，严谨居然也是成为敏的人，他早就看穿了。希望我不要死得太早。 小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但我想好了，等妈妈的病好一些，我就去自首。其实改过自新就是新的开始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希望你跟言情能早日在一起。你一定要幸福。小雨，吃饭了。 看着姨一滴十的样子，我也能放心把店交给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准备带两个孩子去看看雪，所以这段时间店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对了，孩子们怎么样了？好着呢。看。哟，这欢欢够胖的，真可爱。看着以后肯定有出息吧？一定。那。 我先走了，年后见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杨哥，再来两杯手冲咖啡。好。 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哥！新年快乐。
是所有事业都能回避，比如我现在所说的一切。欢迎二位来四十流年，请问喝点什么呀？来杯可乐，叠加雪碧。成，吃点什么？贾云威啊，还是我来煮吧。好，那我冲咖啡。真可以啊，三天就得来一碗。我现在还就好这口。下午我和你嫂子去看严慎了，他状态不错。是啊，他都胖一圈了。下回你见到他，必须得告诉他该减肥了。哎，你们俩不陪我喝点酒？喝不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规矩。最近忙什么呢？又来了个案子，隔三差五的往外地跑。这案子复不复杂？哎，哥们儿，帮你参谋参谋。得了吧你啊，老实待着吧。又不怕给自己惹事了是吗？你要是这么跟我结拜，从今往后你俩过来喝咖啡啊，必须得交钱，双倍。哼，你那咖啡啊，要真冲的跟小欧冲的一样好喝，两倍我也认了。你就是嫉妒我是似水流年的老板。得了吧你啊，当年要是没有我让位，能有你今天吗？这叫命中注定，不服不行。命，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呢？哈，小欧他一定想不到，有朝一日，咱们三个能一起坐在这儿。反正现在店里也没客人了，咱哥仨这天聊的气氛又这么好，你给唱首歌呗？你决定啊？小欧说过，我唱歌要命。没事啊，我们俩就命硬啊！唱唱唱。你就唱小欧最喜欢那首歌，来吧，快点快点，来一个吧，这还不好意思。
住天气，只要你珍惜那爱与我回忆。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我什么